神圈圈有着甜美外形，近年来在综艺节目中表现亮眼，不料日前他突然因身体不适缺席节目的外景录制，还在社群平台写下身体超烂自己，令粉丝们相当心疼。日前他在社群平台上传了一系列美照，只见照片中的他手上拿着洛梨鸡肉汉堡，对镜头露出甜美笑容，气色看起来不错。不过他用洛梨鸡肉堡的简称洛鸡堡来形容现在身体状况相当差劲，自己引来大批粉丝留言关心，要他多吃点，同时也要照顾好身体。更引人注意的是，圈圈的绯闻男友柯震东竟在底下留言询问这是哪家汉堡，另一名网友也留言直呼不标记店家真的很过分，圈圈则带有神秘感回复表示好吃当然要自己私尝啊。Bye.